Hello， 大家好，新爱频道，我系肥哥，见到未知道，我哋今次咧就唔系玩呢个激战传说，亦都唔系嚟打机嘅，就系嚟讲一讲翻我喺9月18日代表呢个屏中去呢个2022年至2023年年度学界羽毛球比赛男子甲组嘅初赛啊。冇錯啦，其實我就係呢個屏中羽毛球隊嘅男子甲組嘅成員啦嚇，咁就要係代表屏中去打今場賽事啦。咁我其實本身都冇諗住出呢條片嘅，係咯，但係難得我就錄低曬喺初賽打學界嗰日三間學校嘅所有比賽片段啦，同埋咧我都覺得係呢個喺我人生裏面係非常之有意義嘅事啦。咁所以咧就拍一拍幾條片咁樣簡單講解一下當時嘅戰況，同埋俾大家睇下咁樣啦嚇。首先喺播呢、這、一個戰況之前咧，首先嚟講解一下我哋打初賽要進級嘅規則咁樣嚇。咁首先咧，每間學校咧都要隨機打求其3間學校嘅，咁例如我哋屏中咧就 random 到佢要打呢一个陈穗芝啦、陈和淑芳同埋呢一个董玉缇嘅，咁只要打赢呢3間學校其中2間或以上嘅话，就能够晋级去打呢个晋级赛吓，亦都系入咗10强啦吓。但系如果不幸地咧，借打赢咗1間咧，或者系3間都输晒嘅话咧，咁啊收皮噶啦，完全唔使打之外晋级赛噶啦。咁个嘅中学羽毛球生涯就到此完结噶啦。OK， 咁每打一间学校咧就会打5场比赛嘅，首先就系1场单打啦，再1场双打啦，然后再1场单打，再1场双打。最尾是单打，总共5场比赛啦，只要在这5场比赛里面呢率先赢了其中3场呢，那一方呢就会胜利的啦。而每场比赛呢只要其中一方拿到21分的话呢，那一方就胜利的啦。咁規則就講完啦，就今日嘅正題啦。第一場男子甲組嘅比賽就係呢一個平安福音中學大戰呢一個陳穗芝中學嘅。開始，你動唔動啊？阿黃總動唔動啊？黃總音動唔動啊？你過到界就得啦。我四圍電咗網。個電網咪要重開喎，一直以為。我冇手拍，你放低啲拍咯。我驚整爛啊嘛。得唔得？貓喺度會抽筋。我見。走先，哎呀，唔緊要，慢咗少少。隔離食下咁樣，先慢少。佢再發少少，應該突到個飯。哇！喺邊度得唔夠厚咧？會俾人拍，差少少。但係太厚，我驚會。個鬥穩定有信心咯，我覺得。哇，靚！我對面仲靚。唔過我啦，唔過啊！睇唔到啊，死啦！唔使驚，等到時睇唔到先。緊張啊！緊張。點解唔走？緊張及其啦，係要緊張。哎呀！佢發佢壓落嚟，佢發佢咩份壓？
唔係啊，佢發泡好難壓。你用過你用嗰塊同一塊好難壓。咁啊唔係，我唔知啊。翻一個專業嘅。哇！哎呀！咁第一场谦哥嘅单打就去到呢度先啦。依家你会心谂，点解无啦啦变咗肥高讲嘢咧？因为谦哥嘅后半句咧，唔知点解咧，嗰条片系冇咗嘅。但系虽然冇咗啦吓，但我大概讲下个情况系点啦吓。咁其实谦哥你见到系佢喺上半场，即系头先我播出嚟嘅片段嗰阵，其实佢系打得非常之唔错，系 keep 到平时水准嘅。但系去到后半句开始咧，随住分数嘅差距咧，谦哥开始心急啦。OK， 咁变相咧佢。差不多每次失分球咧，都是因为自己打波打太大力啦，然后或者是一啲总言之佢预判错个位置啦，搞到咧球球都系争少少，然后啱啱好勾咗咁样啦吓，咁咧最终咧系12-13/15左右系落败咗，其实真系非常之可惜啦，因为谦哥咧喺我哋嗰队嚟讲咧，单打嚟讲咧算系头一二名劲噶啦 ，OK， 咁既然咁强大，佢都输咗咧，真系非常之可惜啦，然后咧去到第二场咧 ，suppose 就系双打，即系我同乐仔大家双打啦吓。但系咧，阿摄影师阿肥仔啊，唔知点解录完条片之后咧，佢自己同我讲话唔小心 high 错掣 ，delete 咗条片啊，搞到成场双打唔见咗，真系哭咗出嚟，跟住搞到我而家咧系冇片播俾大家睇嘅，真系哭咗，大家见唔到我出色嘅表现啦。虽然都系输咗，冇计啦吓，咁就变相咧，我哋下一场播放嘅。片咧就係、是、一個第三場嘅單打啦嚇，就係、是、由身手靈活嘅肥仔去打呢一場嘅單打啦，希望佢有一個出色嘅表現啦嚇。唔係啊，肥仔佢習慣咗開波同埋打波全部喺外界嗰條線啊，佢全部習慣曬啊，佢改唔翻單打啊，點算啊？佢真係改唔翻喎。我過少少。錄唔到，你幫我睇啲嘢。嘔！我拍唔到手啊！咁拍。靚！唔緊要，打好咗。歐，靚。細力啲。其實應該慣咗嗰度力咧，我哋啲波廢啊嘛，佢咪大啲打咯，佢爛波，而家太靚啦啲波。
佢打唔翻啊！我頭先都係咁啊！我頭先都係有幾球大壓力。keep 啲精華上個 post， 我哋即係唔好話 keep 啲先，我哋話我哋盡力，盡力，奮力對抗，我哋 keep 啲精華。keep 啲精華問好，淨係我啲作貨係咪？拜拜，小雨雪 ，OK。誒 ，Kiffy 一聲啦，俾我啦。可以可以可以，我只系摆我同你嗰场咯。OK 啊，我一定俾 like 噶。你知边个频道啊？我知肥高 TV 啊嘛。有冇订阅啊？有啦，梗系。乖仔。哎，唔紧要。饮茶叫。差距唔算大，差距唔算大。哎，靓啊靓啊靓啊！哇！仆街會手臂。可以可以可以。我拍大髀。唔通肥仔先係出先？係唔得唔得唔得。精華精華。哎呀，唔得啊，太多太多叉燒啦，唔得，佢太高啊，成日打啲波好高啊，佢。咦，系喎，應該我要打埋全單打喎。係啊，你要單打。我忘記咗肥仔之後。可以可以。追到喎，追到喎，唔係喎，追到喎！哇，歐啊！係啊，太大力啦！哇，唔緊要，唔緊要。点啊点啊点啊！诶 ，out 定 in 啊 ？in 啊？吓？吓 ？out 噶喎？吓？屌！都是拍街，整都是拍街。我哋唔可以恥笑佢，唔可以，唔可以。絕不能恥笑肥仔。肥仔從天空上嚟嘅，係咪歐啊？歐嚟嘅，歐咗，歐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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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號場。喂。招牌嚟啊！招牌嚟啊！好勁啊！呢把真係實力啊！呢個好彩，就實啦！好彩，好彩！你冇聽過聲，佢聽唔到。跟住好似冇打過，而且打我面前咁。我覺得可能或者有機會贏嘅。你唔好咁緊張就贏嘅，唔好以神錢咁。你離開。做咩？哎呀，唔夠遠啊！頭先其實可以一月飛下，可能佢驚又歐咧。我十號好似得五分喎，咩啊？得五分嘅喎。咦，唔係爭好多喎。喂，喺度出線嗰個，交你收錢添，我哋收錢 play。哎 ，in 啊唔得 ，in 啊 ，in 啊，十七。頭先肥仔諗咗一下，所以係我 feel 到佢，因為我都諗咗下，我都諗咗下 in 啊 out。哎呀，多手。呢個就係陳皮子嚟㗎。好過啊！我入
算啦。或者。靓，掂啊，掂啊，肥仔。哇，真系打你个出其不意，哇顶，劲到咧。哎呀，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哎呀，仲要勾勾到好靓。哇，好靓啊，头先个球弹得。虽然有少负咯。但系佢好多人都系。系啊。哎呀。算啦。输啦。场点呢15分，我又唔信乜嘢，神的肥仔，有神咗啦，神唔到啦，收啦。好啦，就是这样，肥仔以这个21-15这个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呢，就输了给这个陈瑞斯对面的球员。那最终呢，我们整队呢都是以因为对面已经连续赢了三盘，那所以我们是被3-0这样直接输了给这个陈瑞斯中学的，真的非常之可惜啦。不过认真讲句呢，肥仔这一场呢其实打得非常之不错，因为呢其实他是今年才加入这个羽毛球队，平时他都是没一点认真练过球的，都是平时街场即系 hea 玩下咁样啫，而第一次上去呢个打学界嘅成绩嚟讲，非常之唔错啦，起码冇俾对面完全吊打住，然后一分都攞唔到先啦吓，咁所以其实咧就佢嘅表现系非常之好嘅，我哋全队咧。同埋 Miss 嘅教練嗰啲咧，都係非常之滿意佢今次嘅表現嘅。咁我哋仲未完嘅係啦，因為後面仲有董玉替同埋陳淑芬未打啦嚇。咁之後都會出翻嗰條片啦，因為嗰個咧應該會精彩過今條片好多嘅。OK， 咁就今條片就去呢度先啦。最緊要俾個 like 同 share 嘅朋友，最緊要訂閱我啦嚇。好啦，我哋下集再見啦嚇，拜拜啊！